边的云彩真的好厚啊！好冷，今天吃的是这家，感觉这边的雷公电母不太开心。我们住的旁边只有一家黑猪烤肉，然后这个烤肉已经吃了两天了连续。我们唯一逛的最多的地方是什么？大家说一下，一二三，便利店。便利店是最好逛的地方，哪哪都是海，全都是海，而且那个海里还没有沙子，全都是那种火烤了的石头。那该说不说，这家烤肉挺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今天阳光明媚，找到了有沙滩的海，就是头发乱死了。点了一个草莓拿铁。根本不是拿铁，这是牛奶吗？为什么在低着头？再玩一二三木头人，这是什么？看不懂。又来吃烤肉啦！除了烤肉就是烤肉，还有烤肉，烦死了！最后贴出五光。肉很焦香，很好吃。到一个月亮，每天都是晚上吃一顿烤肉，然后出来开始散步。今天是在济州岛的最后一天，然后准备吃一个猪肉汤面和炸酱面。这个炸酱面太好吃了，以至于我把猪肉汤饭里面的面也放在了炸酱面里。还是草莓的东西比较好吃。太大头贴了，这个样子的，它是一个专业的机器，它外面还有头饰可以选择，像这样的。啊！出来了，这跟拍立得有什么不一样？这就是那个相机版拍立得。我再试一次。这个动态的还挺好的，看一下吧。这是两个一样的，然后这次选了一个白框。大家看，这个前面有补光灯，这个补光灯之外，它还会闪光一下，就会给你的脸更白一层。这个是竖屏的，这个好可爱。But